最近的圈里喜讯不断，如今呢，这个落了单的萨贝宁啊，也没有因为情商低落，反倒是在工作当中呢异常活跃。在这个录制节目的间隙呢，小萨不仅变成了表情帝，还和一些明星嘉宾啊叫起了板哦。难道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？这是喧宾夺主的节奏吗？我斗胆在小哥面前唱一首小哥的歌。什么？萨贝宁要公开挑战齐秦？云知道逃不开纠缠的狼。小萨的歌声听着还不错，此后他一战歌喉的兴致就越来越高，一逮着空就忘我的唱个不停。抚温柔的曲线啦。单单是这样还不够，台上嘉宾在表演，坐在台下休息的萨贝宁也要掺和一下。扬尾巴扬扬听为你动，跟着唱上就算了。小萨，你那表情也太投入了吧。当然咱们小萨工作起来还是相当认真的，就算是意外弄伤了脚，他也要拄着拐杖坚持来录制。为了配合这个节目的励志的氛围，我把自己的腿打断了。为了调动观众和嘉宾的积极性，萨贝宁竟然拿自己开起了栓。刚才我从那个房间拄着拐杖走过来的时候，路上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，指着我说：“你看，你再淘气就这样。”说完，萨贝宁就淘气的跳起了单腿舞。既然萨贝宁总爱自嘲，那身为他的搭档曾宝仪当然也要再添一刀。听说小赛一知道我不在就自残，你知道吗？一直踢门说你那宝仪那宝仪那踢的脚都受伤了。看来通宵达旦工作都能如此欢乐，大家也不用再担心小赛的心情了。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赛贝宁现在挺好的。行了，再见，编辑报道。希望所有失意的人呢都能够维持一个好的情绪状态。